在西部边境有一个叫北市的武装组织发起了入侵，可能混入了恶魔编队，特派遣麒麟协助地面防务，任务目标打击恶魔势力，不到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普通人类士兵开枪。是，外星人入侵地球是吧，作为一个正常人类是不是该做到同仇敌忾啊？咋会把枪口调过来对准自己同类人、长官、在指挥部抱怨不好吧？中尉，中尉杨康康向熊兵连首长报告。都坐吧，我只是熊兵连的一名狙击手，军衔中士，麒麟，算不上首长，我是来协助大家作战的。啊，坐坐坐，都坐吧，都坐吧。熊兵连真的是神奇，上一次看见是蔷薇，也很美。蔷薇，现在还有他的消息吗？怎么，他不在队里了吗？算了。好吧，谁跟我分析一下局势？啊，情况是这样，一支混编的军事武装在离这里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扎营，他们前身是某约盟军，上周开始这群匪徒就在邻国打家劫舍放火杀人，口里一直喊着莫甘娜莫甘娜的，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死了能升天的样子，而且他们也有重火力，而我们呢比较磕碜，现在只剩下几辆重型坦克，关键是三天前还摧毁了我们一个炮兵阵地和一个导弹拦截系统。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吗？因为我接到了一个任务，附近有莫甘娜的恶魔小鬼出没。确实这也是问题所在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不能打，可是我们刚打完饕餮，重武器都快拼光了，也没得办法和他们硬刚啊。没关系，上面派我来就是来帮你们解决那帮恶魔，而且熊兵连的打击目标也只针对恶魔，不针对普通人。哎，麒麟姐，叫姐就不合适了吧？啊，麒麟长官、啊、不是，就直接叫我麒麟吧，现在不想当姐。可不可以问问你的主要作战手段是什么呀？对，很好奇。就是我呢跟那些超级战士不一样，我仅仅是一名狙击手，比你们强的也就是能多挨几颗普通子弹。嗨，我要能多挨一颗子弹我也不至于这样啊。啊，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？这个嘛，已经杳无音信了，而且太厉害，我不考虑。我呢觉得这个最保险，你们看，女狙击手没什么特殊能力，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干掉他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不觉得可惜吗？不可惜。我带着大家离开这医院为的是什么？女人吗？不是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让我去。去吧。谢了，侯班长。哟，给美女送汤呢。去去去。
处长，巡逻呢？好，巡逻呢？麒麟在吗？请稍等。请进。对不起啊，麒麟，我们这里也没有女兵，所以也不方便。但是我们给你炖了碗鸡汤。谢谢，不用。这都炖好了，你看。那你放那吧。那你趁热喝了，战士们的一点心意。谢谢。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有心事啊？我没有心事。一个中尉在这站岗。你是熊兵连的狙击手，我不放心。你能听到远处的炮火声吗？我没听到啊。我能听到，很微弱。那边，就是那边。从距离判断，应该是158公里远的地方有交火，而且敌军掺杂了飞弱。通知各部门准备行动。是。
让队伍分散隐蔽，留几辆吉普车当诱饵，坦克一定要遮起来。这些暗核金粉可以让坦克不被主流侦测工具侦测到。好，行动好。声音在靠近这个区域，可能还有大约7公里的路程。然后呢？一会儿他们就要进入我的监测范围，我的狙击枪能覆盖5000米范围，打穿他们的装甲不是问题。但是听声音，他们来的不少，而且威胁最大的不是坦克，而是那些非人类。所以，我们只能用2辆吉普车做陷阱，把他们所有的位置都找出来，然后一一干掉。我们有视野优势。可是，我们的坦克并不能看到你的视野。有炮弹，快！你别干！他们有非人类，或许除了雷达以外有什么别的侦测手段。我知道恶魔的能力，但是显然如果是莫甘娜的那些新兵，可能和地面军团混在一起作战，要不然早就把你干掉了。而其他的变种恶魔并不具备这种军团作战能力。移动，快找掩体。麒麟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他们超越了我们的侦察手段。根据炮弹弹道，他们在7公里处，我们数量上不占优势，只能在视野下想办法。而唯一能快速过去的，只有我和这台天卫。你们使用红箭矢，逐个击破，我过去帮你们锁定目标。那你很危险。你们才危险。保存好自己的坦克，最快时速600米，给我几分钟时间。这得多少钱呀？4辆坦克，2台自走炮，我把坐标传给你，交给你们了。我要寻找对方的非人类。有戏。